主要找出一个柱子来，他这个柱子怎样呢？第一个，做柱子的弟兄一定要认识他的主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；主树他生命的价值极贵。这个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是不容易的事。记得尼利永有一首诗吧：我也有泪珠，看不见你脸面，好像你话语真是不如前。就是主好像没有那么活了，主好像没有那么真实了。就我想我们原则都很像了，我信主，爱主，差不多七十年。七十年以前主多活呀！七十年以前主多实际啊！所以跟随主要有一个长远活着的主，懂不懂？不能说去年主多好啊，三个月前主多好，不不，就是长远活着。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他救你，他赎你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命来赎你的，价值极贵。这个是你要想成为一个柱子，第一个你要认识的啊，主啊，你是长远活着的，你们年轻人，年轻的时候碰见主了，祷告了，觉得主的同在了，就感
对不对？但是那是年轻啊，你跟随主久了，比如说以前我祷告半个小时，祷告一个小时，我能感觉主是这样的鲜活。今天呢，主是活着，但是他就不是那种 exciting， 不像年轻的时候，也不是那种啊，好像 deep sense 很深的一个感觉，主爱我，我也爱主。The mutual love between one another, within me, there's such a great deep sense。主，我完全爱你，主你也完全爱我，谢谢你。几十年以后，不再是那个爱，是那个活。主啊，你是活着的。刚刚开始的时候 ，sensational、emotional、情绪的、感性的比较更多。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和主之间呢，那种心理的取用，这个临终啊高深的认知都加强了。主同在，他是活的。主没有明显的同在，还是活的。我觉得满了高油，他是活的。我里面觉得主很遥远，
他还是活着，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。第二个呢，怎么活呢？他是一个大能者，他们认识他们的主啊，是大能者，他是一个大能者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从全美的西安中，神已经发光了。你看这个大能者，你就问他，大能做什么？你说叫我不失败啊，叫我呀不跌倒了。你看我们讲这个大能是不是就这样？主啊，连我们那个诗歌，哦主啊，你扶持的力仍然顾我软弱，你生命疼我时刻，你的亮光出我阴翳，生命疼我时刻。真的讲这个大能啊，不是那种大能，是在宇宙中神经营神经轮的大能。这个大能到什么地步呢？日出之地，日落之处，全美的西岸。你要喜欢这节圣经啊，日出到日落，东到西嘛，全天下都在他的手中。但是啊，他所注意的不是东也不是西，他所注意的是全美的西岸。他要的，我管理宇宙，管理地球，从东到西都在我的大能之下。但是我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发光的教会。他是大能者。Amen。 你不太懂啊，这个大能者说的运作你不太能懂。你比如说你走在街上，你能不能讲神管制这个人一生，神照顾这个人的一生，神带领这个人的一生？可能他都没有主，虽然他没有主，神还是他的神。虽然他拒绝主，神还是他的神。以弗所那时候叫做未识之神，不认识的神，神永远是他的神。弟兄，这个大能者管一切了，他管一切，可他有焦点。你问神呢，神呢，你是掌管我，这是；你是掌管我的家人，是；掌管我的邻居，是；掌管我的朋友，是；掌管克利夫兰这个城，是。我们的神要讲了，克利夫兰岂不在我的手中吗？所以我就参加了，从96万人变成36万人。失去了2/3，还剩1/3，但是 Metro 没有什么加减 ，Metro 还是200万人。弟兄，从人这里看，人家啦，人减啦，从神那里看，不都在我手里吗？全地不都在我手里吗？那为什么我把全地在我的手里，又把你放在其中呢？这是你要注意的。因为我的焦点不是这个城，我的焦点不是这个州，我的焦点也不是个国，我的焦点乃是一处一处的西岸，一处一处地方教会的见证。我所要的是一处处地方的见证，这些见证啊要发出光来。所以你问神呢，你是大能者吗？当然了，我有智慧，所以我有创造的大能，我有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我也是万有的继承者，所以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和我相连的，地上所有的一切，时间里的都和我相连的，都是为着那一天的。但是呢，他又在这里说，我所注意的整个的过程，2000年以前，我是要得罪以色列人，做我的子民，做我的见证。2000年，我要得罪我的教会，做我的子民，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啊，日出到日落，全地他发光，他是大能者，但是他工作的中心还是在教会上。那现在我们再往下啊，
即或在极大的软弱里，他们认识了神的慈爱连续，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罪，也住在神的管制里，所以他们见证说，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这两句真好，神不会因为你做错事打你，圣灵的管教不是为着管教，圣灵的管教是为着成全。父母的管教有时候是出气筒嘛，父亲没有能力赚钱养家，所以常常打妻子打儿子，特别到过年的时候，过年没有钱来过年嘛，就打妻子打儿子，这个就叫出气，不健康。神从来不找我们出气，有时候我们把神惹得他气到不能再气了，你有没有？我想我有，我会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怎么会这样？主我的，哎呀，对你失望到极点了。但是呢，我对你这样的失望的时候啊，你记住啊，我所有的工作还是为着成全你，所以才说你责备我。你说主没有责备你，那你和主很远。你和主在一起，主一定会经历到主怎么来责备你。他怎么责备你呢？责备你的时候显为公义 ，righteous。Amen。就是我们讲，神是光，神是灵，神是爱，这三个东西，是不是？神的所事是灵，神的性情是爱，神的运作是光。神的所事是灵，他就是灵吧。今天你们唱的诗，就我们碰见灵，而且那首诗歌写完了，说应该是我写的，是，哎，我写的，写完了，我考虑要不要用，因为我觉得恐怕唱不出来，今天竟然给你们唱出来了，唱的蛮有感觉的。但无论如何，神来管教你的时候，在他的意里，神是灵，神是爱，神是光，在他这个所事运作的时候，他是义，他完全在他的 righteous 里来做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在他的 righteous 里来做，就不是你想的打你，你做错我打你，在他的 righteous 来做，有这个东西，你做错了我管教你。但也有在他的 righteous 里，他完全了解我们软弱，我们需要，所以他 righteous 的高峰就是自己来成为人，自己乐意的被钉到十字架上去，好，废掉所有的冤仇，好，带进一个新的次序，就在神的一个生机的次序，这是他的 righteous。我们说他用爱我，为我钉十字架，这也对。你更深的，你更深认识十字架了，不？他是在他的义里为我们钉十字架。要除此以外，我们没有办法得拯救，只有他审判他自己，才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啊，他说这个你在一切的治理里，你是啊。公义的，所以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。我不知道你们懂这句话的深度啊，深度就是啊，你责备我的时候不是对错。通常我们责备你不都是对错吗？我说你，因为不对嘛，你不对嘛。啊，但他不，他是在义的里面，所以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。你有两种，一种是审判的光，一种是审判的扶持。你跟谁主，有时大多的时候你经过是审判的光，光来了叫你感觉可耻，叫你感觉可羞，
叫你感觉亏欠神，叫你感觉抬不起头来，叫你稀奇，你竟然这样的软弱，这样的对不起主，这样的羞辱主，懂我的意思吗？都会有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种的显明。还有一种显明呢，哎，但是像我这样羞辱你、堕落、软弱、失败，这样一个人，竟然呢蒙你的悦纳，为我们死是他的爱，悦纳我们是他的义。他爱我们，为我们死，在他的义里面接纳了我们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 without spot or wrinkle， 我们没有斑点，没有皱纹，我们在基督生命里的救赎，享受到生命里的救恩，基督宝血的救赎，生命中的救恩，叫我们和神呢有个非常健康的关系。所以你这感谢主啊，你说你责备我的时候啊，显为公义。弟兄懂不懂这句话啊？有时候家长责备我们，有时候老师责备我们，有时候负责就责备我们，但是不一定是显为公义，懂我的意思啊？我现在这几十年嘛过来，大多都忘了，有几件事我很难忘，而且一直叫我觉得亏欠主，救不回来。有时候一个弟兄，很好的弟兄，做一些事实在把我搞得气了，我就责备他，责备完了以后我也不能说我错，他应该责备，但是有个结果，他不聚会了。这个不聚会就证明我不义。你好的责备应该是把人带到主面前嘛，你怎么一个好的责备把人责备不见了？换句话说，我一定带着肉体嘛，一定带着肉体中的怒气嘛，所以啊得罪了主，得罪了弟兄，挽回不了，你去认错都不行。有些事年长的弟兄，有些事你懂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些东西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就叫你一生啊围绕着身上，一直不断的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不够公义，我对你不起。你不太懂啊，服侍主的人那个良心里的担子有多重。一个弟兄不能好好爱主，你所受的责备，懂这意思吗？弟兄啊，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很容易一句话，但是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被责备以后有没有感觉到神的义，还是带进了自怜，我可怜我自己，我怎么会这样？自怜是你跟随主一个大的伤害。这个世人在说，你责备我了，显出你的义来，叫我呀悔改，活在你的义里面。然后呢，你判断我的时候啊，显明啊你是清正的。清正意思就是啊，没有动机的。人和人之间是容易有动机的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人和人之间啊，容易有动机，做什么都会容易有点动机啊。但是主跟我们没有动机，就是爱我们嘛，就是愿意为我们死嘛，为我们活嘛，就是愿意我们有他嘛，就是愿意我们长得好嘛，就是愿意我们可以把它见证出来嘛，就是愿意因着我们所在的教会更健康嘛。他没有动机的。
懂我的意思吗？他完全是为着你的好处，所以他说盼望着我的时候，你显为清真，从你那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太好，太好！你如果喜欢这件事，你就懂了。主啊，如果你给我光照，如果你给我责备，都不是为着责备，都是为了显出你的意来，好叫我跟你的意更能配合。那你判断我的时候呢，没有喜怒哀乐，完全为着的好处来带领我，来管教我，甚至来击打我，责备我，击打我，都是为着什么呢？都是为着清真。对你来说 everything is pure， Amen。 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复杂。我们再往下啊。Amen。 他们悔改，他们的呼求是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他就悔改很有意思，不是改，是换。我非常爱你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么多年爱你爱下来，把我都爱得复杂了。我开头说多爱主啊，记不记得有这么一首啊，从前我也曾热心，知道那首吧？从前我也曾热心，努力追求上进，但呀，可怜现今都改变，现今已冷如冰。然后副歌，我岂可忘救主？我岂可离天父？弟兄，我们开头的时候。清洁，造清洁的心，开头的时候正直，完全为着主的益处，慢慢的就有所谓的智慧，不是真智慧，因为智慧是建造的，是处世的智慧，是败坏的。我们的聪明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应该怎么做，那个应该怎么做，所以很多人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很久啊，没有办法碰见主。和主，所以他这里说再造再有，